为了帮助血癌病患，云林地区的志工沿街宣导。今天有捐血，那你也可以做实习的建档，那你都不需要花任何钱。只要挪出一些时间捐血10cc， 也许就能挽救一个家庭。10cc 的血就可以给人一个希望，救人一命。经过志工解说，也能化解民众对骨髓捐赠的误解。之前会觉得说抽骨髓的话都是抽脊椎嘛，啊，你今天也是来到这边才知道说，就是大概类似像捐血小板这样子，哎呀，就比较不会那么害怕还是抗拒。一个人就是一份力量，那你可能透过你的力量再去影响别人的时候，这个力量是可能是无限大的。血癌病患的生命一分一秒流失，尽管在疫情期间，志工仍然尽最大的努力。没有因为疫情病患他不会发病，因为疫情很多百业都萧条，都停滞，可是救人的工作还是要继续。大家一起创造机会，奇迹一定会发生。大爱新闻郑善美志工中部综合报道。